我们今天的登场虽然准备的非常充足，但一定都是抛砖引玉，因为最精彩的一定是在最后面那位。来，小心啊，我的小箱子要先上去。天哪，上次有这样的场景，还是2012年的时候去顺义军训。好嘞，我 OK 了，稳稳地坐在这里。哎呦喂，这个旅行呢，让别人给你寄东西的时候，不管是这个怎么样，一定要记住量力而为。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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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海绵宝宝。你还有吗？我还有一个小的。导演，能不能帮我找个小锤子？嗯。OK， 这箱子比我上大学的时候拿的还大。Hello， 好久不见。哎，这是个下坡，哎，怎么办啊？不会翻车吧？哎，太蠢了吧！哎，这样还蛮帅的。有一个，这是四肢出现什么问题了吧？这位，哎 ，You got me feeling like Babylon， 哎，你上错车了，朋友。哎，那我先走了。守时准时，是我人生的座右铭。啊，这个坡度有点大。哎呦！哎呀，要帮忙吗？哎呀，我不会是最后一个。你看车上这么安静，你怎么可能觉得自己是最后一个呢？上学啊，就一定要帅，要走出那种平坦节奏。这个下坡，这个箱子有点重。我觉得我的行李应该是最简洁的。哎哇哦！哎，这不是自动门吗？哎，你好，你好，你是去哪儿的？哇！哇哦！哎哎，走啊！哎，上车就走啊，上车就走。还让我上吗？啊，没有，我给你开一下门吧，给你看看。帮你。就你这一个箱子。明明就带一个箱子，那挺好的，我们可以走了。这一定不是真相，一定还有其他的东西。妈妈把包拿一下，我要发功了。发功？走，我要去拿其他的行李。他说他要去发功，不知道是东宫还是西宫啊。我有点失控了，这是个滑坡。还要等我一下，我还有。Yeah, 你们猜明明还有多少东西？好吧，明明是我猜不透的人，你没办法用逻辑推理去推测明明身上的东西。我天哪，是不是跟我很大？哇！没有一个人帮我吗？没有。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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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的。等一下，你这只有这一个袋子对吧？不是啊，还有俩。还有俩，加油，邵小葵。那我们帮一下你吧。哎，这个超重了，会不会被浇？加油，郭文涛啊，郭文涛，史上最好，你真是我的好哥哥。我现在才觉得有哥哥才好。那我这还有一包。我天，啊！
还有吗？没有了吧？没了没了。好，他是要去义乌吗？不是，广州刚进货回来。你东西齐了吗？应该齐了吧？那就当齐了，走吧。名侦探学院第二季出发。啊，好吵啊！谁还带了锣呀？各位学员，你们对合宿生活有什么期待吗？我比较想去荒岛生存，三间别墅，凶宅。哎，我们去了那里生活了，还要破案，好累哦。我觉得有没有可能就是去学校那种所有人寝的宿舍？不行，大别墅。大别墅多想一样。大别墅。我觉得应该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那长沙的梅溪湖可以吗？问一下凯凯。当然可以啊，梅溪湖欢迎大家。所有人请戴上眼罩。哎呀，戴眼罩，入蜜桃吗？这是。好，最后一个戴上的一个人住。我来看一下，到底是谁？肯定是尚明明。好，是尚明明自己住。到了。学员们，先不要摘眼罩，说可以摘的时候才能摘。啊，这不是密室逃脱吗？走了吗，老师？不是，为什么要挡眼睛？我真的欢迎大家收看《密室大逃脱》，每年答《密室大逃脱》第二季大审判。嗯，怎么没有血迹？说好的凶宅呢？凶宅我们不应该晚上再来吗？哇，哎，这是一个木地板。哎，等一下，这个味道好熟悉啊，有点高级了。哎，我们合宿会有宠物吗？我不知道哎。我不就是你的宠物吗？我们借两只猫过来好不好？我不就是猫吗？啊，我听见门的声音了。哦，这里有个台阶。哇，前面好空旷。哇，这到屋里了吧？这是到屋里了。哎，我听到有小动物在走路的那种声音。老鼠。有东西碰到我了，刚刚不是老鼠吧？老鼠不会这么大动静的，不要慌。眼前的你说的白。哦吼，西凯，西凯，西凯单独行动了。哦，阿布我在。好，有往下的台阶要下了，小心点，小心点。我们这里好大呀。哇，毛毯。茅台。真的茅台。哦，我以为你说茅台，我说那怕是要喝麻了。世凯，哎，没有茅台了，我这里。你们觉得自己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大客厅喽，豪宅。我觉得我们来到了宠物店，现在可以摘眼罩了。哇哇哇！大家来到《名侦探学院》第二季下学期的合宿特辑。哇，我们来了！感谢芒果 TV。这里满不满意？非常满意。接下来你们将在这里度过一段非常有趣美好的合宿时光。哇，这里是不是令你们觉得很熟悉呢？是啊。对，这里就是大家进行《名侦探学院》第二季发布会的地方，也是朋友请听好的拍摄地。哇，谢谢。咱们鞠个躬给院长好吗？来，谢谢院长。现在第一件事情，大家就跟随院长的指导进行参观吧。首先，你们所在的地方是客厅。OK。这个大客厅里面，你们发现了七个本子吗？看到了，看到了。哎，不会是要破案吧？这个本子可以记录你们在名侦探宿舍的任何事情，无论是玩游戏的笔记，还是内心的悄悄话，都可以。要记得，日记的部分是从后往前写哦。每天睡前都记录一下哦。院长，什么叫从后往前写啊？就是我们现在要写最后一天发生的事情吗？太神奇了吧，这个设定也。没有，他是从后面往前贴的，他贴了日期表。日期。你们都想好多。客厅的旁边，你们去看一下，是你们的休闲娱乐区。哦，我的天，还有古筝！哇，好豪华呀！哇 ，yes， 哇！哇，来吧 ，Just Dance， 朋友们，马里奥派对，大乱斗。这个电视机柜的配置是把我家搬过来了，我家电视机柜就是这样子摆的。这是个电视机吗？
没有电视机哦。这投影吧，投影，投影仪吧。哦、有投影仪。是投影仪是不是？晚上可以在这看电影。有一个 3D 投影仪好像是。还有桌上足球哎。你下了个蛋吗？你这是？去看一下大门口的小黑板写了什么。大门口有小黑板吗？这个吗？我叫 Timo， 你们在这里的9天都有我陪伴你们哦。记住，我是一个男孩子，旁边有玩具，记得跟我一起玩哦。晚上自己睡觉会害怕，有人陪我一起睡，我会更开心。哇，有狗狗，我好想狗的。哇哇，他被吓到了，他被吓到了，他被吓到了。哎 ，Timo。慢点，慢点，慢点，小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他有点害怕，小点声，小点声，他很害怕。哎，我们轮流上去看谁把他逗下来。好呀，好呀。我可以的。走开，走开，你们都不行，我来。狗啊，都喜欢去遛弯。对，你让他逗下来，给他让一条王者之路。我们一个一个来吧，我们一个一个上去吧。来，凯，他看都不看一眼，你知道吗？你把那个玩具给他扔下来，哦、扔下来，他就下来去捡了。冷漠。好了，换人吧，老齐，老齐你去吧。来来，来一个一个人来。哇，太过分了吧！哇，跟石凯真的是天壤之别啊！啊，我真的好喜欢狗的，我巨爱狗。但是人家不喜欢你。我觉得就让他依次来熟悉我们的味道。我不要乱撕狗粮，好贵的。是吗？好香，我也想吃。哎，你吃一下。真的。你们在干嘛？我们在吃狗，吃狗粮。你疯了吗？我也想去啊，我也想去找他。那你上来嘛，你上去嘛，看他会不会躲开。我试一下，我试一下。因为我还有点怕你呢，你能不能？你看这口水已经流的不行了。哦，他不喜欢。文涛，你上来吧，你拿尖叫机上来，去吧。别吓他，我哥。这怎么下、啊？他挺喜欢的。哎呦，你给他啃吧，你给他啃吧，他磨牙的。哎哎，他拿咬也不喜欢。你好可爱呀、啊，你像我一样可爱了吧？哎，他都烦死你了，小明明。因为都喜欢狗，都喜欢遛。对。哎，那这样，遛遛遛遛遛遛。人家教英语吗？别说话，人上英语课呢。Come on, Timo. I know you want to go on walks. Want to go on walks? Want to go on walks? Good boy. It's a good boy. It's a good boy. Good boy. 人家根本注意力都没在你那个身上的嘛。It's okay. Yeah,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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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的不得了，感觉这个。Come on. 有点像舞狮子。There we go.Woo! Go on walks. Let's go. 嘘，不要老是发出一些声音。Sir, hi. Here we go. Come on. Yes, boy. There we go. There we go. There we go. 那就让 Timo 慢慢的去熟悉我们，然后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个房间其他地方，好不好？好。我们看看他会不会跟着你。哇！走。哇哇。Yes. Yes, boy.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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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吧。哇！妈呀，这也太幸福了。哇！厨房。哇！哇！好大。这里是厨房和餐厅，你们会在这里做饭，自己吃饭。太漂亮了。哇，咖啡机可以，我不会用哎，我会，我给你们做，我给你们做。它应该有那个磨刀的，你吗？这也太幸福了。我们上楼吧，上楼吧。Timo， 上楼，上楼，上楼。对对对，上楼。
Timo，Timo，我们在楼上哦。Timo， 哇，这毛巾都帮我们准备好了。哇，上面有我们的名字。不是，早知道我就不带浴巾了。有我们的名字。不带有一带。都定制的。哇，私人定制，我的妈呀！能带走吗？所以这个每天早上我们要排队吧？要排队。要排队的。说不定有一个主卧还有卫生间呢。哇，这儿好舒服、衣帽间，这不是邵明明的趴吗？哇！我好喜欢这个，为什么我是绿色的、哎、这个好可爱，我的天哪，我太爱了，院长我太爱你了，谢谢院长，天呀，天哪，好喜欢，哇， number one number one， 哎，这个白色特别衬我肤色，是吗？黑白相间是不是？我现在就想换上了。哇，这能播吗？周俊伟，注意一点哦！你这个腹肌不行，不能脱了。你要晚点脱的话，我这两发还能见个人。啊，谁怕呀？肥肉这都是假的。你打，帮我打开腰带。看老齐的腹肌，哇！你不要吸气，你还在吸。两小块，两小块，还在吸。哎，其实太过。其实就脸都憋红了，憋什么嘛？赶紧穿上，赶紧。哇！哎，这个双肩包好好看啊！我真的要冲过去了。我们换一个房间吧。走，我们下一个房间。卧室，这里就是卧室一。我们每天要选出一个人睡在这里。哇，好香，好香啊！哇，不会有一具尸体在里面吧？哇，好香，好香啊！哎、这床你们两个沾过了，它已经不干净了。走吧。哎，独立卫浴，哇，这个淋浴间好大呀、啊！开心啊！你们看一下这有多豪华，这是江景房。我说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不是就是这？哇，我的妈呀！还是不是可以去那儿钓鱼？我们看一下其他的房间，走。哇，好香啊，这房间、啊！我受不了了，我真的快晕了。我好喜欢啊！卧室二，咱们揭晓一下。哇！哇！这什么情况？真的是大通铺。好友，五个人，四五，哎，五个，六啊，哎，七了，哪有啊？还有一个人，没有，那个床可以睡两个人。怎么可能？走了。一张。门反锁。只有两个卧室。哎，你看谁先跑？你看。哎，集合了。这样，十棵树再不出来的话，没有晚饭了啊。十。我们叫外卖。吃外卖，你想得美。哎呀。你塞红包不塞红包，就我们三秒不下是不是？我们不下，我们不下是不是？哎呀，抢婚了！哎呀，不是，这个两个人睡有点，七个人有点挤是吗？奇怪。哦，有一间凶宅是吗？楼上还有吗？还有一间卧室，卧室三。在哪？在哪？你们先去到一楼，从一楼的餐厅过去。没关系，小姐。哇，餐厅过去，就是五景房，睡在那里的人，第二天会成为我们的晚餐。厨房过去，还有一个卧室，这也太夸张了。你知道床是吗？
哇，这样就舒适了。不会是要去江上吗？好爽啊！去船上。不是，这也是我们的，是那个小花房，它有一个花房。这怎么住？花房姑娘，你看这俩憨憨。哦，我感觉这里。哇，这是个花店，这是卧室。哎，你跟我说这是卧室。我愿意在这儿住，这就是我的地方。谁要当这个花房姑娘？我。我喜欢这个地方。这像不像杨丽萍的房间？这像个画室吗？像哎。像不像杨丽萍老师的房间？太阳，你想，太阳直射这里面得多热！说你要起床了，朋友。哦，没有帘子，没有帘子吗？这个没有帘子吗？哦，等一下，等一下，哎，你为什么租这个床？不比味儿，行军床。而且这个地方好热。理性告诉我，我不愿意一个人睡这些地方，但我愿意一个人睡大房间。我们到底怎么划分卧室的？来吧，我们集合一下，看看我们后面要完成些什么。什么时候来的？哎，这个东西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来的？摇一个，摇一个。果然是我们名侦探学员。数字最大的学员入住卧室一。哇。数字最小的学员入住卧室三，其余学员入住卧室二。想住卧室一的举手。都想啊。哎，那我们三个摇吧。什么？想住卧室二的举手。哎，那你们自动入住。想住卧室三的举手。哎，等一下，我们就先决定是一直常住，还是就是说要换一晚吧，先一晚吧。每天都摇吧，我觉得每天都摇吧，不然对每天都摇吧。这个是你们决定的吗？对不起，对不起，我们造次了，我们造次了。又不是我们说了算的。开，直接来吧。出来一之后九州不干了，抢他的一，怎么能抢人设呢？房子可以让给你，人设不能让。人设不能让，我可以要一。你不行的，不要跟我抢啊。可以啊。哎，刚刚说要一，你看看这个人，人设算什么？到我了。是六吗？我感觉是六。我哎呀哎呀，那个六都快上去了。哎，你们几个谁能要出六？你们哪有什么？我跟你讲，话千万在综艺里面千万别这样说话，很危险。哇、不行，不可以在嘴里说这种话，一定会应验的。人外有人呐、天外有天。啊，我好激动！阿普斯来着。来个一，来个一，来个一。二号房，我可以。文涛，你拿出那个预告的时候的气势。好。是一了。One。哦，六。没有悬念了。现在根据大家摇骰子的结果，石凯摇的是一，恭喜他入住卧室三。哇，花房姑娘就是你。这都是老地方啊，却总没快要对你讲。这顿不错，这顿不错。哎呀，有了有了。突然就是看着你，来加歌加歌，哎这。姑娘。周正伟聊到的是六，恭喜他入住卧室一。好，剩下的文涛、吴亦希、邵婷婷、九州、谢思君入住卧室二。好的，现在你们的行李已经放在门口了，入住你们的房间，收拾行李吧。好，这就入住了。哇，太吓人了吧！这要放在这儿的。我们先把行李都拿进来吧，因为我怕他出门，我怕他溜出去。
走。君伟，我帮你拿行李呢。啊？哎，不用不用，爱情可不敢。没事没事。已经开始溜须拍马了。帮你拿进去。哎呦，你这个海绵宝宝。文涛。哎。文涛，把这个拿来了。哎呀，好累啊！我帮你拿这个。好，我帮你拿，我帮你拿。啊、哦，谢谢。放大门口是不是？这谁的呀？谢谢。我帮你拎啊。不用，谢谢。我先帮你拿一下，哥。我帅的人拎他才能拎啊！你拎得到？那你一定是最帅的那一个了。他就说，哇，你拎他也太帅了吧！就是从一楼到二楼一直夸我。哦，好嘞。哇，九州，你真的，我看一下你提起来是不是最。你天，你这个角度简直就是世界最完美的角度，我的妈呀，你这一步一步走的，你简直了！我的天哪，你这个颜色搭，你真的太搭了！我真的觉得咱们真的是最好的家庭，是不是？咱们是最好。我天，九州真的，哇，太帅了，九州。住在这个花房啊，那我走的时候也挺累。你住这儿，什么窗帘，什么都好。哎，上去看一下吧。What do you want? 这是明明的吗？还是这谁的呀？ Timo， Timo， this way， Timo， 这边。哦，他好喜欢你哦。干嘛？哦，他好喜欢你哦，好嫉妒。一会儿跟你们都熟了。Yes boy， Yes boy， 干嘛？哎呦，慢点。他好喜欢他。哎。狗也不爱你。然后我带了药。哇，你好贴心啊！别拿出来了，看不下去。需要穿什么你就找什么吧，好不好？不行，我要摆起来。哟，明明搬家来了。不是，你这都带的些啥呀？给你看，我昨天收到了一个快递。哦，这个盒子就好好看啊！这上面全是我，这全是我在明星探学院的造型，好可爱呀、啊！我这还有。我们今天吃什么呀，院长？那我们下馆子吧。对，点外卖吧。那今天这样的话，给大家看看带来的食材。哎呦，你带了？舌尖上的徐思学，中华小当家，这是你的，全部的食材。哇，这啥呀？这什么？方便面？没有。这个是热干面，然后不同的辛拉面、意大利面，然后这个是早上起来可以冲的那个麦片。然后这个是给大家做简易版的茶叶热色，然后茶叶热茶叶，然后这个是你来用，就是什么罗勒呀、什么欧芹的那种碎，因为你要是做牛排什么之类的可以用。这个是烤肉粉，对，然后这个是那个是韩国辣酱，这个是意大利面的那个番茄酱，这个是，然后这个是海苔碎，然后还有两包海底捞的底料，还有蘸酱，哇。民以食为天，衣食住行就是早中晚三顿饭其实还挺重要的，所以说你其实要花精力在上面去考虑一下。
位学员，好，到客厅集合吧。走吧，去客厅。客厅啊，客厅。对。Tonight, we are love. 怎么也飞不出我九岁的蝴蝶，花花的世界。啊、花花，因为你好像个老大爷。Yeah, I am. 哎，你要在公园啊，我都不知道多少老太太要追你。广场舞交际达人，你真的是广场舞一哥。现在宣布。名侦探学院第二季合宿期间的吃饭规则。哇，吃饭还有规则，好可怕，太难。之前有提到你们要自己做饭，对不对？对。所以现在打开文涛后面的窗帘。啊，文涛后面的窗帘，门口有一个小袋子，你们拿进来，来打开。有个锅。哦，在那。哦。这么小也不够吃啊！这是那个时尚包背包哎。是钱吗？无脑。几百。哇！几百。哇！这干什么？哎。哎，不少保安！要钱，好久没有钱了。哎，这里面有3000块钱。哇，3000块钱！哇，你看这个熟练的姿势，跪在地上。30张，是你们的吃饭基金。哇，太爽了吧！谢谢院长，谢谢。你咋这么开心啊？你在干嘛？我刚才脑袋算了一下，3000块钱7个人啊。淡定，不是每个是这样，不是每个人3000块钱。没有，我们如果算一下的话，我们先问一下大家主食，大家喜欢吃什么类型？肉、面和米饭都可以买一点。杂粮、米饭、面条，然后我有带意大利面，所以说呢，有一部分已经能省下来，我觉得能省一天的量是有的。那么我们第一天到可能会有一些要添的物品，还有必须要一次性的，一次性花销，基础调料加对基础调料油，柴米油盐酱醋茶，是的，每一滴都是幸福在发芽。我觉得我们先预留出500吧，500块钱做第一天的所有的这些一次性消费，足够，500确实足够的，500足够。叮咚，咔嚓。500块钱没了。哎，这样我给你俩3天的时间，把这3000块钱给我变成5000。是，我也想这么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我饿2天，然后呢，你帮我拿回20000块钱。作为一个有金融从业经历的人来说，你这个要求实在玩火呀。还要给 Timo 买吃的呢。我们可以在最后的日子里面可以留一个什么 happy party 之类的。哦，对哦。哎，那留出来2000块钱，我就那咱们就把剩下的2500留在最后一天用吧。院长，我们出行的话，我们的交通费用是怎么办的？步行，11路，共享单车。院长给你们准备了一辆车。哇！我们可以把那辆车卖了吗？不用卖，租出去，代驾搞代驾。哎，我去，我早出晚归，我来给你们送钱。等一下，但是你跑那个搭搭的话，你要注册啊，对不对？啊，你不符合注册资格。哦，那好吧，驾照要满年限的，因为我注册过，没有过。你为什么要注册这种？就是我想去体验生活嘛。因为今天是你们入住的第一天，所以今天的晚餐不需要你们自己解决。哇！院长给你们准备了什么呢？你们现在从客厅出去吧。是火锅吗？小龙虾。小龙虾。这里。哇！我的妈！Barbecue！ 今天晚上给你们准备的就是 BBQ。Let's do this！ 谢谢院长，谢谢，我的妈呀，这是……哎，这几个调料咱省着点用。先把手弄干净，免洗洗手液，各位，大家洗手了，按时洗下，吃饭前一定要洗手啊！来来来来来。哇，来谁比较会烤？谁学过烧烤呀？啊，我来烤吧，我以前摆过摊儿。来，石凯，来吧。你摆的什么摊？你来吧，
真的、啊？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哎哎哎哎哎哎，知道了知道了，我在隐患，知道了。哎，有不吃辣的吗？我分两批烤，好吧？分两批，少来辣椒。我们不会烤，就是放在上面等它烤，然后翻面什么。人家石凯一把拿在手里面，哇，这个力道，没有学过的人做不出来那个动作。刚才那个哪一个动作？就这个抖串的那个手势，一看就专业，有那股羊肉串的味了。俊伟，哎，没放啥了，就放了这。谢谢。可以，专业，真的专业。嗯，可以，可以，这好好吃啊，吃的不得了。啊，好好吃啊，这个，这太好吃了。哎呀，太好吃了，我的天哪！哇，好好吃，好吃，这个好好吃。羊肉串啊，羊肉串啊，哎，烤羊肉串啊，烤羊肉串。凯真的很帅。哎，怎么回事？咋了？给大家准备的礼物，我要去拿一下。好，我现在揭开我的神秘礼物了。来，好啊，来。你们现在肯定猜不出来这是个什么东西。这是什么？盆栽、杯子。猜的到底对不对呢？好，这个杯子对不对？哇，好意外啊，竟然是塑料的，没有想到呢。好，那些不重要。来，不重要啊，不重要，重要的来了。咱们现在看这个杯子是什么杯子？这是一个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塑料杯。来，咱们你数三二一之后啊，你把这个打开，咱们看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礼物。三二一，送你。好，送你了。哦、神经病，好土、啊。怎么我感觉我要掏钱了一样，一会儿找不到钱了，一会儿。哎，是不是？哎，好像大排档啊！本来是一个烧烤，现在跟大排档一样。不是，我们本来是 barbecue、嗯。我跟你讲，大排档都没有这种表演了，现在。是啊。哎，炖头发，炖头。各位吃饱了吗？吃饱了。Yeah, 我把肉收一下，然后我们直接放冰箱吧。我要把调料收到厨房台里面去。对啊，还有剩的油。别把碗放进去吧，就直接这样包，把肉包着不好吗？没事，因为这样比较方便嘛。啊？这样比较方便嘛。我喜欢刷碗，你是我的救星。嗯，咱们还是要垃圾分类啊。分这所有的瓶子啊什么的都可回收，都丢里面嘛。往这个里面吧。可以。你们都弄完了，差不多了。OK， 收拾完了，辛苦了。不愿人生与非，怎料事与愿违。心中的花枯萎，时光它去不回。一壶清酒，一身尘灰，一念来回，度一生无悔。一场春秋，生生灭灭，造化是非。待花开，只是在醉。各位学员，现在是晚上8点了，我们宿熄9点要准时熄灯。早睡早起，身体好。现在快准备洗漱吧。现在等什么？拜拜。我们今天就结束了吗？我总觉得今天没发生什么。那这样吧，你想发生点？我们就让那个跑得最快的邵明明呢，先去收拾一下。我把我给摔倒了。你没事吧？没事吧？刚咣了一声。那我们就两个人上去收拾吧。谁还要上去收拾一下？来吧，动起来吧。待会儿真熄灯了。一起吧，还什么呀？大家都一起嘛。那我要洗澡，哎，怎么办？因为我单身的好处是俊伟已经开始自己洗澡了。哦，书包，哇，被我放哪儿去了？咦？哦，完了，我带内裤。哎呀，是我们爸借你吧？基本上是我们借你爸爸的。哦，这怎么办啊？用我们的3000块钱买给你吧。明天去买喽，那就只有。妈呀！
是以真面目示人了。哎呦，还有说他黑了。塞不下了。连夜在这洗了吧，就这水有点凉了。凯，石凯，哎，石凯呢？石凯在下面写日记呢。啊，好，让他写吧，不是，没事。今天是23号，第一天入住。我能抄你的作业吗？你要能抄你就抄。你不会写的英文日记？对。啊，写完了。OK， 我过去吧。你写完了？写完了。我去洗澡去了。哦，腿麻了。哎呀哎呀，这这这，哎。哦，腿麻了。啊。得了帕金森。快点啊，马上熄灯了。别写了，时间到了，要关灯了。为什么你来关我们的灯？不是我的吗？这个东西最好别吃哦。我吃的吃快吃完了。你是花种，不是瓜子。我吃了，你手了，大哥。那好好在肚子里面发芽吧。哎呀！我房间也关了吗？他掐我！你俩干什么？别往我身上爬！天哪！我没动，我都没动。哎呀，你俩的被子在翻腾。我都没动。让你们俩离我远点！我都没动，我太委屈了。哦，天哪！简直是一个委屈的可爱。我要进一下我的被子里。睡觉吧，睡觉吧，睡觉吧，睡觉了，睡觉了。我好期待今天半夜究竟会发生哪些故事。我刚看到俊伟之志，把我笑死了。你才看到那儿啊？我都看完了。什么呀？就我们还没出来呢。我都看到下期预告了。什么呀？节目吗？对啊。你觉得谁最好看？还没看到我们出来呢。啊，我觉得这期啊，你觉得古装谁最好看？我吧，我说古装谁最好看？我呀，除了你呢？哎，文涛，你这个笑很不礼貌哎。但是这次俊涛造型分明是我最让大家记得住。文涛，哎，俊伟最好看。
你是认真在说谁最好看是吗？我睡不着，死你啊！咱这个屋就是得夜夜笙歌是吧？啊，咱这个屋太吵了，我觉得凯现在已经做了一个梦了，我感觉。我不是来看我一眼。老吉，你要去吗？我去，我来了。好。来了。居然会自己找镜头。
秦梦，秦梦，秦梦，哎呦！明明是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这么磨叽呢？别闻了，是不是吃什么东西呢？哎呦哎呦，别吃，不许吃了，走。什么东西就走吧，提莫。哎，别吃，提莫，咱条件还可以，不许吃草啊。初次遛狗就是劲儿这么大的，什么感觉？可以，起点很高。提莫半夜。孩子睡觉一惊一乍，先擦脚，好，擦脚去，来，他会有挠手心的感觉，会吗？麻了吗？没有，没有，没事，把它放到你房间吧，反正你房间都是院子。这个音乐。各位学员早上好，宿舍的起床时间到了，早睡早起身体好。给学员们准备的车已经停在大门口了，车钥匙就放在菜篮子里。每次出行的人数包括司机一共3名，每天只能出行1次。接下来请大家赶紧起床迎接新的一天吧。为什么只有3人啊？我一定要去，因为我没带内裤。没带那么多吗？你压根就没带，一条都没带。就这个煮个面，煮完捞出来，然后直接拿那个酱拌一下，这很简单。潮流需要扣扣，没扣扣，哇哇。请你不要到处扣扣，潮流需要扣扣，不小心就没扣扣，哇哇。用力到处扣扣，把它心里扣扣，你来不来追我。哇哎哎啊哇哦。北边留恋留恋前的哑巴，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树枣，拿着杆子去打枣，青的多红的少。一个枣两个枣三个枣四个枣五个枣六个枣七个枣八个枣九个枣十个枣九个枣八个枣七个枣六个枣五个枣四个枣三个枣两个枣一个枣。打完枣往后山，山前有44棵紫色柿子树，山后有44只石狮子。山前的44棵紫色柿子树瑟瑟山后的44只石狮子，山后的44只石狮子，山后的44只石狮子咬死了山前的44棵紫色柿子树。熟了吧？熟是肯定熟的。直接过水吧，可以，我饿了。直接过水，然后捞出来就过一下水，就立马捞一碗就可以。Bingo。面条一般就过一下冷水，它会口感更好嘛。收拾好了，可以过来吃饭了。
可以了，可以了，好香啊！都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小火车摆动的旋律，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打从心底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Yeah, 是。What a great mom！ 要先把麻酱倒进去。啊？先倒麻酱。热干面吗？对。就是、太幸福了吧！是这样，麻酱呢是都要放的底料，然后剩下这个料呢，就俊伟他有的是、他有黑鸭脖的和卤牛肉的，然后他因为这个是辣的，所以你可以适中的去来放，但是麻酱是底料，可以。我好饿呀！放进去。我也好饿。哎，太香了！哎呀，阿普呢？阿普，阿普，阿普，来啦！哎，小心小心！干嘛了？你刚刚进行了什么样的操作？阿普阿普怎么一副？阿普？撞晕了。哎，你们来吃啊！哇哦！来，快吃快吃，就是拌好的就吃。第一顿坐这儿吃的饭。虽然有点简单，就是这个面是我在武汉解封的前一天晚上买到的热干面。热干面是武汉的特产嘛，是的，所以名侦探学院希望也能够给湖北带带货，大家可以去多尝试一些湖北的特产，包括我们这个名侦探学院的同款热干面，欢迎大家去武汉 get 武汉不是，我刚才闻到这个香味，我就想再流口水。去武汉盖的小鸡砍热干面，好好吃啊！去干嘛？刷碗吗？真的假的？我上周去刷碗了。我爱刷碗，真的。我跟你讲，九州昨天跟我说这事，我特别兴奋。九州喜欢刷碗，喜欢刷碗啊、嗯！那哥哥们要保护弟弟的梦想啊！啊哎，我觉得咱们不能这样。这九州，假如说这一直都他洗碗的话，也就是说不过去，对吧？哎，我可以的。但我不会做饭，你们就把我喂好就好了。对，喂饱你，让你刷碗。姐姐下一会儿要买什么？快快快，你们赶紧想想吃什么菜，还要分为就是吃的菜和必需品。能给我们大家买个西瓜吗？买点水果，要水果。看看便宜的水果，要吃桃子。桃子好贵，太真实了。我们得买多少？是菜这方面，我跟你一起去吧。阿普要去一下，那你们三个去。嗯，走吧。对比一下，不要买那种特别好的，就看哪个便宜买哪个。我买那个什么每年发雷币康帅五。走，我导航。有蚊子，哇，少侠好身手。那是，堂堂太医抓一只蚊子可是信手拈来。信手拈来。到超市了。哇，倒车入库对涛涛可能又是一项挑战吧。哎呀，这有雷达的，怕什么？那我下去给你指个路啊。不用，一把搞定。我要是怕我现在不下去，可能一会儿下不去了。走吧。那我就上去买内裤喽。你快去吧。走走走，买菜去。妈不要买，我买一打吧。20块钱呢？多少钱？20。不要了，先买必需品。先买必需品。
哎，插排插排，买个最便宜的，69.69，十九二十这个便宜。哦，那行，你放，你拿这个吧，记一下，这多少20是吧？我拿计算器算的，就记着就行了。20，看垃圾袋，哇，一个都那么贵，看这是多少个？25，我觉得用不了那么多吧。这个是50个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够了。多少？7块钱？7块钱，7。哦，哦哦哦哦哦！你买好了？好了，买好了。已经是快11:30了，我们可以分开行动。这个是冻小鸡腿儿，9块钱，这个还贵。做鸡翅的方法，做鸡腿儿就行，起码得一人一个吧。哎呀，现在这个米都涨价了，好像原来也就20-30。我们要拿只整鸡不？整鸡，做一个大盘鸡喽。就是整鸡你会做是吧？会做，那就拿一个。我们牛肉买什么呢？牛腩是不是很贵？我们做什么菜啊？西红柿炖牛腩。那就牛腩嘛。你看牛腩59块钱一斤，买个一斤呗。七个人怎么得3斤？哦，来嘛，来3斤。你这也太阔气了，来2.5斤吧。这是什么？牛肉，2.5斤就是150，能吃好久。够了吧？有没有切好的排骨？排骨改天吧，涛。今天咱带的钱不够。你带了多少？带了500。500？我觉得已经超了，感觉。那倒没有，现在300多了。这些都是拿出来不能退货的呀。我们先把主食买了吧，鸡蛋上买，姜蒜，菜菜来一个，胡萝卜先拿了吧。蔬菜就整完了。那转战那个油调料那些，还玉米油，然后蚝油。白砂糖拿一个，盐要拿一个，榨菜要不要拿一点？哦，吃不起。我觉得可以直接去结账，如果说哪个超了就对，就去掉了。来，我们先把必须的放前面结，对，超了就不要。哦呦，咖喱粉，快去拿。哦，这是啥东西？俊伟买的鸡，买了大盘鸡。这多少钱？43。这好贵啊。今天的主食，今天的主食，但鸡肉好贵啊！今天的主食，没事没事，先结。今天的主食必须要的，不然我们就只没有半一个能打折吗？鸡饭有的商品有会员票。哦，要半是免费半吗？免费半吗？半。哦，微信扫你扫一下。我来，我之前还是有积分的，我是有会员的，我积分可以抵现吗？今天可能不能吧。这才少些什么呀，都200块钱。看着这个就心痛。哇，300，这么多东西啊。这是已经算了打折价的吗？对对，这个已经不够了。猪肉直接拿回去了。阿姨慢一点，我们先柠檬什么东西拿回去，这哪吃得起这种东西哦。柠檬2块钱。柠檬2块钱，那先把柠檬散了。火龙果肯定不要了，放在这里干什么？碍眼。火龙果比苹果便宜。火龙果比苹果便宜，那把苹果、水果都不要了，水果战术性放弃。还有10块，还有10块。到底是料酒还是火龙果还是面条呢？料酒吧，料酒吧，别的都不要。哇，完美！499。哇哦，来吧，1234。要是少带了一张，今天就9毛钱，可以抹零吗？看在会员的份上，给我抹个零吧。可以的。好，谢谢，谢谢啊，辛苦了。哎呀，哎呦，哎，这1块钱给老七带回去吧。对，给他带回去。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1块钱是我们怎么省出来的。是的，走吧走吧，钱就是这么不知不觉没的。那我们鸡蛋抱着吧，然后我们把这后面的这个贴着这儿放吧。哎呀，这个菜篮子有什么用？这个编花篮，不知道他们在家里干嘛。老七应该在努力的想办法跟 Timo 套近。Timo， 我们在这待一会儿。趴你旁边，这样是不是离你更近一点？好来了，回来了吗？回来了，欢迎光临！来来来来，我的妈呀，怎么会这么多东西啊？来了！哇！哇，有没有买零食啊？零食？还买零食？我天哪！走，听吗？你这个包背你很大。
是吗？我都很时尚了。可以可以可以，多少钱？我把剩的钱给你。好，我们还剩了，你敢相信吗？我们买了这么多东西还剩了钱。我们把剩的钱给你。剩了这么多，天哪！这小票。好。然后这是我偷偷揣回来的，给提莫捡便便的袋子。我们就要这样。日子太难了。我把米淘上，我开始弄鸡腿。你不用休息一下吗？我不累啊，不用。哇！等于大厨回来了，我来搞吧。这样，我们中午想的是他做一个红烧鸡腿，然后呢炒个油麦菜，炒个洋葱，洋葱炒鸡蛋，洋葱可以炒鸡蛋，我刚才想洋葱炒鸡蛋，然后再拍一个黄瓜，拍个黄瓜够吃吗？七个人，这只能靠量了。黄瓜是拍一个呢，还是把俩都拍了？俩都拍了，都拍了吧。那这样，那我就拌两盘吧，一边放一个，正好桌子长。明明，哎，有一个工作非常的适合你，干嘛？摆盘。哦，来，我来。这题我会。挺有食欲啊！饮料，我要喝可乐。我帮你倒。我自己来，我自己来。你拿给我就行了。我们喝什么？我们喝什么？就可乐吧，可乐吧。来呀，碰一个，提一个，来来来，敬今天的主厨。来，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辛苦大家。哇。感觉是吃不饱吧。你好爱喝可乐，超爱喝可乐。这是可乐 boy， 这是我续命的东西。哎，鸡腿够啊？我觉得鸡腿很够，一人两根鸡腿够了。好，我先尝一个，好吧？好。哇哦。可以是生的，我想要点辣椒面，不给。谢谢。辣椒面不要拌饭吃。好辣呀，这个！这辣椒面太辣了。九州，你怎么了？九州，九州，九州辣着了，笑死我！我今天跟凯凯在说，就七人份的饭菜的量，就是调料和菜的比量，
都很难把控，感觉。对，两人份就一人份，什么都特别。我感觉今天已经很成功了。我也觉得很成功哎。我觉得也是。嗯，我们果然是 number one， 超级牛。好干净。啊，海王鱼刚拿过来了，放这吧，我要洗吧。哦，我要洗吧。来吧，凯凯。来吧，普普。是不是要先套头？对不？不然呢？我以为你很懂。我可没有给别人围过围裙啊。啊像这样洗碗就比较节约水，你知道吗？我把那个堵住了。可以可以。嗯，老师不着急，唐老师。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要一半。好。主要是今天吃的有点多了，活动活动，休息休息。我爱洗澡。我爱洗澡，皮肤好好。我哦哦哦。小提琴的声亲爱的学员们，我客厅集合，客厅集合啦，集合啦，一道齐。现在你们已经入住宿舍24小时了。哇，开心。那么在你们入住宿舍24小时的这个时候，你们就迎来了院长给你们的第一个任务。哇，还有一个任务，课堂作业啊。这个任务说是任务，也可以说是一个礼物。这件事情就是名侦探学院的主题曲。哇，我说什么？天哪，真的，我什么都没说。以及这个主题曲的团舞。要开始练舞了，混蛋！请问这个主题曲和这个跳舞是咱们自己编吗？来吗？还是有老师？现场编曲，编词儿。现在，请大家看后面的电视。电视上会出现你们的主题曲和主题曲团舞，并请倒计时吧。来来，三、二、一，我上了。上微博搜索名侦探学院话题词，看节目嘉宾破案瞬间。感谢特别合作媒体微博台网、微博综艺，感谢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感谢特别合作 WiFi 万年钥匙、百度百科、闪萌好兔视频。好帅哦，这个我定了啊。主唱是谁啊？九州是你。是我吗？九州可以。我太帅了。我是 rap 担当的吗？哇，发布第一个任务，所有的学员要交出主题曲的歌词。我的妈呀，好难啊。咱们先定一个大方向吧，做一个励志的歌曲，就是青春阳光快乐嘛，可以讲自己。对，我觉得我们可以自述。我挺怂的，其实到一个很陌生的场合，很怕自己说错话。你是害怕讲话，我是不会讲话。那你觉得你想改变吗？人是必然要改变的，但是我们不要为了改变而改变。你们要接受第二个任务。我现在有点怕。就是你们非常熟悉的 Number One 游戏。请选择你们的对手。你做菜喜欢放很多蓬蒿。蓬蒿像是阳光洒在水面上掀起的波纹膏。所以你的对手是一个四跟一个四。一个四还有四啊？我不信。漂亮，神仙打架呀、啊、就把胸都击伤了。最厉害的又能怎样？他是一个人出去的吗？与此无关，跟外在伤害有关吗？是，都跟气体什么有关？正确。哎呀，我现在心跳有点过速。别玩了，一会儿九州躺这儿了。